因应本土疫情发展，双北进行第三级防疫警戒，关闭歌厅、舞厅、酒吧、视听歌唱场所、电子游戏场等其他类似休闲娱乐场所。另外，夹娃娃机、钓虾、钓鱼场、桌游店以及 AR、VR 体验等场所有青少年群聚，无法确实落实防疫措施，也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之其他类似休闲娱乐场所，下令17号下午就全面关闭。餐饮业等附设卡拉 OK 设备不得使用，副业及回复使用日期是疫情发展另行公告。我们针对娃娃机店、钓虾场要进一步的所谓的关闭，因为娃娃机店目前为止是没有人管理的，而且可能也没有人去做清销。那抓娃娃机，很多的民众可能在这段期间还是会去消费，所以我们要求它全部停业。另外就是桌游店，可能也会有民众或青少年聚集，然后 AR、VR 还有一些餐饮业附设卡拉 OK 会造成群众聚集的地方，我们都会要求它所关业，今天就会发出公告。那其他的餐饮业是民生必须的，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做到社交距离，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求他用外带的方式。那就像刚刚市长说的，我们希望让这个城市先停下来，才能够阻断传染链。市府会不定期巡视及稽查停业情形，若发现因停业场所者擅自营业，会依传染病防治法第67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，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。疫情不断升温，全民应该严阵以待，减少人与人接触。营业场所除了提供民生必需品外，建议暂停营业，让确诊案例不再爆发成长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